有说了哈，我们今天要重现一下游戏的场景，一个真实呈现的感觉哦。一场媲美这个游戏当中的豪华飞天大秀，让大家一同来感受一下2015年最强势的飞天大作《吞噬苍穹》啊！来，有请。掌声鼓励《吞噬苍穹 Online》精彩的飞天的表演啊、哦，太厉害了！来，一鞠躬，感谢各位。